60多岁开始习武，强身健体，正气存内。70多岁保养有方，发扬光大，传统灸疗。80多岁神采奕奕，追求美丽，青春常在。中华医药特别节目《我的健康我做主》马上播出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医药珍爱生命，关注健康。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中华医药。本期节目继续为您带来特别节目《我的健康我做主》。那今天要和大家见面的呀，是三位老年女性朋友。论年龄啊，她们真算得上是奶奶辈儿的了。可是要比身体健康、看精神状态，估计很多年轻人都自愧不如。那首先请出第一位，70多岁坚持习武的严春芳。浙江省宁波市，经常能看到有位老人在广场上教人习武，他就是严春芳。2012年已经74岁，他当老师，学员们由衷的佩服，因为他真有本事。先来看看基本功。70多岁能做出这样的动作，确实不容易。再来欣赏武术套路，一套螳螂拳打得也是有声有色。非常惊讶，因为我是已经50岁了，我做不到，他70多岁可以做到。现在看了以后，确实怎么做啊？我们也很羡慕他的。没错，好的好的，真的是好。74岁的年纪练得一身功夫，不光大家羡慕，就连严春芳也觉得很自豪。您不是最武一个，年纪大的会打武术，我这个老天不跟其他老天不一样。74岁还能习武，的确让人惊叹。更让人称奇的是，开始学习武术的时候，他就已经63岁了。教练的第一反应是：怎么可能？他说：“你这么大的年纪了，学武术可能不大恰当嘛。”我一看他那里都是很小很小的那个，大概总不到10岁吧，都是那个小孩。哎呀，他说：“你这么大的年纪，可能不大恰当吧。”严春芳说：“当时在老师跟前学武的都是一些孩子，相比之下，他的身体条件很差。”当时他颈椎、腰椎都有病，肩周炎也很严重。还有这个手呢，他就大概从50岁还不到吧，他就开始怎么酸痛。还有这个腰，这个后面的腰酸痛，这么大的高压也提过了，也提不好。这个手开始穿衣服不好穿。不好穿，就叫家里人帮忙穿。穿了以后，他热了，我也不敢脱。脱了以后，那就是很麻烦了，要叫人帮忙。穿衣服都不能独立完成，还非要想去尝试武术动作，自然是困难重重。况且练武术哪能是说学就能学得会？我看他也是那个是硬邦邦的，不像那种就是真正的练武术那种人站出来的那种战功那种。他们过路的人都看了，对了，讽刺也来讽刺了，这么大的年纪了还来打这个少林拳，算了吧。他们又是这样，又是激发我的信心，因为怎么了，你们现在是看我不起吧，我下到那3年到4年的功夫总要学到一点吧，我是这样想的，我就是跟老师就是不肯放。严春芳，我的健康我做主。个性极强的严春芳就这样开始了习武生涯。最初的练习困难重重，老师对基本功的要求一时做不到，他就悄悄在家设计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动作。
平时的时候我这些手都不好抬，穿衣服也不好穿，脱衣服也不好脱。后来我说，哎呀，这个倒，搞了一下它倒好了。这样我就开始就是这个摇手膀子了，手膀子开始也是这样摇不好。以后慢慢这个摇了摇了，它时间稍微长了一点，它又舒服了，又舒服了，我干脆把它幅度搞得大一点。哎，我说这个也是一个好的通道，就这样慢慢慢慢我把它接起来。后来没一年多以后的某一天的话，突然之间我们叫它一下子就转过来了，还把我们吓一跳，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灵活了。2001年，整整练了一年基本功的严春芳感到身体已经完全放松，他开始向老师要求学习套路。那我一个小时下来的话，我衣裳肯定湿透。那些小孩他又不出汗的，不出汗，他们那个骨头很软的，很柔软的。我一个小时下来都是湿衣服了。这就是严春芳学的第一套拳术——功力拳。即便当时身体已经比之前灵活许多，但是要把整个套路学习下来，对于已经64岁的他来说，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我也跟老师学，我也跟这个小孩学，他们就搞，我也在搞，搞了3年才搞了一套这个功力拳。学会了功力拳，严春芳对武术的兴趣更加高涨，他缠着老师学了更多的套路，螳螂拳、五路茶拳、精武弹腿、金枪拳、小罗汉拜佛、南北锦拳、全足拳等等，一套七星棍也舞得虎虎生风。有个项目每天都要打一片，这样基本上我养生就可以了。几年时间过去，严春芳不光入了武术的门，更重要的是他原先的那些病痛没有了，身体变得越来越好。将近10年了，我没看过医生，也没吃过药，没打过，没什么东西。如今严春芳的肢体柔韧性也让很多人十分羡慕。练武不练功，倒退了一场空。对，我就每天这个也蹦，也蹦上来，一直蹦了3年才蹦上来。我每天都要蹦。不管春夏秋冬，早上练功，严春芳从未间断过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有次晨练，他居然还做了回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。那是2007年的一天，严春芳刚刚锻炼完，就遇见歹徒在抢人东西，轮子上一抓，这个脚把他一拱，屁股上一拱，他这个往后腿部没了嘛，他就一个响听马上就倒下来了。来吧，还要来我就来吧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个通道。他马上一看到我这个架势，他马上就知道我还是有一定功夫的，他马上就逃走了。因为我这个一抓他就知道了，这个力量很大的了。不，你这个力量不大，他不可能倒的。后来我实际心里想的，我是一个男子汉，我给我老太婆搞倒了，我实际一个人笑死了。那件事情让严春芳声名远播，大家对他的称呼又多了一个。叫功夫奶奶，反正比较有名气的，他们的小区南苑小区也因此出名了。从那之后，很多人慕名找严春芳学武术。2009年，他们成立了宁波中老年武术队。我们毕竟到了中老年了，要注意几个方面：一个要循序渐进，一个要量力而行。比方我要喊口令，我都要喊到324。假如你们这样搞，吃不消的话，就8下也可以，16下也可以。要注意这个。不要还没有把身体锻炼好，先把它搞了累死了，对吧？应该要慢慢啊，脚步加大力量。这个队伍里的成员在跟着严春芳学习武术的过程中，都不同程度的收获了健康。这个动作啊，颈椎病挺好的，你这边
有时候呢或者头颈不舒服哎，这个搞一下哦就是好轻松呀，没一点点没有什么事。我今年60多岁，我本来是不想这个学武功的，我看到严老师70多岁的人身体这么好，说着我受严老师影响，我继续跟严老师学习武功，锻炼身体。严春芳不仅带领大家习武健身，而且还四处交流经验，参加比赛。每年都去参加那个武术比赛，每年都能拿到金牌。这些金牌都是基本上我去打武术比拿来的，我每年都有好几块好的，一共有30多块金牌了。2007年第五届浙江省国际传统武术比赛中，严春芳包揽了宁波金枪拳、精武功力拳、精武弹腿、螳螂拳、五路茶拳五个项目的冠军。2011年7月中旬，在杭州举行的第八届浙江国际传统武术比赛中，严春芳率领8位队员获得了22块金牌、9块银牌、1块铜牌。十几年来，武术给他带来的变化真是太大了。我自己心里想想有点好笑，过去我是这么一个平平歪歪的老太婆，给人家稍微一碰就要倒的，现在我也有这样好的身体，我也挺高兴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严春芳70多岁学到了功夫，身体啊还越来越好，真的是不简单。其实啊，对于肩周炎、颈椎病还有腰椎病等等中老年常见的问题啊，不光需要被动治疗，还要有合适的主动锻炼。而武术练习当中啊，会有很多活动颈肩腰的动作，能够使周围的肌肉、韧带等等啊得到锻炼，弹性和力量有所恢复，对相关疾病的康复啊会有所帮助的。但是打动我们更多的是严春芳的执着和理智，既能够坚持自己有梦就追，又不冲动，根据自身的情况灵活改变，保护自己不受伤。所以啊，在这儿我们要提醒您，要是想练习武术的话呀，首先还是要咨询一下医生，看看是否适合，那即便适合也要请专业人士指导，然后再练习，以免出现危险。好了，让我们先和功夫奶奶告别，再去认识今天的第二位主人公，擅长久疗养生的七旬老人赵石壁。60多岁开始习武，强身健体，正气存内。70多岁保养有方，发扬光大传统灸疗。80多岁神采奕奕，追求美丽，青春常在。中华医药特别节目《我的健康我做主》正在播出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医药。重庆市民赵石壁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，拿这个独特的器具点燃之后，对着眼睛来回熏。哎呀，感觉得非常舒服，非常的温暖，哈、啊。烫不烫？不烫，他都觉得那个非常舒服的那种热度，让你感受，你觉得好过极了，真的好过极了。熏完眼睛之后，接着要熏的就是肚子，连背心都发热，啊，背心都可以发热，都是后背都发热。腰部都发热，就那么厉害。等到全身都开始有了热感，他还不停手，还要在膝盖上如法炮制一番。整个关节里边，熏不到5分钟，整个关节它都发热，就那么大一块关节，它全部里面都热透。您刚才又弄眼睛，又弄肚子，又弄腿。这是在做什么呀？这个东西，我在做自我保健啊，那个自身调理。这个方法够特殊的，
但赵石璧不仅仅自己用，周末聚会的时候到他家看看，亲朋好友全在用，人手一个，对着脸上或身上熏烤，大家都很享受的样子。嗓子用的特别多，都有点不舒服了，都效果特别好。好用了过后，哎呀，整个一身都很舒服了，嗓子也通了。左脚膝盖不舒服，痛的时候各大医院都去治，都治不好。我回来过后一个星期，都很感觉很不舒服，很舒服。有时候的时候走路啊，又当不当疼了，有时候我都可以走了。而75岁的赵石璧耳聪目明，腿脚灵活。他说自己的好身体确实得益于这个独特方法。这个轮火灸啊，这20年来，我可以说它就是我的保护神，我自己就保证自己的健康。赵石璧，我的健康我做主。赵石璧是位职业医生，中医骨科出身。上世纪60年代，他在工作中接触到一种特殊的灸疗方法。那会儿用灸疗的方法的话，是用的叫雷火神针，就是把它那个做成一个粗粗的那个灸条，然后用多层布，至少8-9层布把它包起来，在病人身上做熨烫，那种灸法实按灸。那是从明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实按灸法，首先要用特殊药物和艾绒混合做成药条，用酒精灯把特制的药条点燃，点燃后马上用9层粗布包裹，然后直接按运在患者需要治疗的部位。这种疗法给当时的赵石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个效果好，就是说它好是什么意思？它不是只是治那个感冒病啊，还是治一般的疼症、痛症啊？那么它能够治很疑难的杂症。我们骨科治的疑难杂症就是骨结核。雷火神针确实对一些适应症有着不错的疗效，但是在治疗过程中也常常会出现麻烦。经常要烧穿布，烧穿包的布，把这个患者的皮肤要烫伤，最后病人他也不愿意接受这种治疗方法。这种疗法虽然效果好，但由于患者难以接受，当时他在临床上的运用在日渐减少，但赵石璧始终不舍得将那种古老疗法轻易放弃。直到很多年以后，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，将那些包裹的粗布去掉。我这样就叫完全名副其实的运用上了雷火了吗？对不对？看见是火了吗？你看见红彤彤的火了吗？你包上了那个布，你还有火吗？只有一点热辐射力。粗布去掉之后，火头就露出来，直接在皮肤上灸，就得改为旋灸。进行旋灸，那温度要它增高，才能达到更好的目的啊！我都加了一些更能产生热辐射力的药进去。增加了产生热辐射力的药物之后，原来的药条确实更有了雷火的功力，这样一来，距离3厘米左右进行旋灸，同样能感到灼热的温度。虽然温度高达好多呀，我意想不到的，它能是高达到摄氏240度，一般都在170-180度。从那之后，赵石璧决定给这个东西改名字。它不是针，是灸，所以我就把那个名称“雷火神针”把它的名称整个改为“雷火灸”。这样做效果到底怎么样呢？就在研究雷火灸的那段时间，45岁的赵石璧自己就碰到了健康问题，首先就是老花眼。从我的
考察研究，都认为眼底动静脉它萎缩，那个动静脉发生了那个缩小，它的身体功能弱了，它的代谢差了，啊，那么我能够把眼底动静脉跟它灸，跟它灸了，让它那个眼底动静脉扩张，它的供血能力不是就强了吗？所以我让他想了，我没敢救别个，我就救自己。主意一定，赵世璧用雷火灸的方法对自己的眼睛开始了第一次的试验。就眼睛的距离，开始我不敢拿近，先远一点，让皮肤的热度热温觉提高啊，增加耐受力，然后慢慢再近一点，它的渗透力都更好。就这样每天坚持做，每次做15分钟左右的时间，赵世璧没有想到结果还真是出乎意料。做没得半个月，我都不那个眼镜了，戴起都戴不得了。为啥子？那眼镜反而不对了，戴起眼镜的话都觉得还雾沉沉的。就在赵世璧眼睛得到改善的那段时间，另一个容易在中年出现的烦恼又接踵而来。我原来只有90多斤，一下体重都增到128斤，到了45岁的时候，曾经的窈窕身姿悄然间被水桶腰无情取代，这个事实让赵世璧心里很失落，但同时也激发了他的一个想法：既然灸眼睛有效，那能否灸一下肚子试试？首先想到那个肚皮神阙穴是非常重要的，啊，神阙穴一熏，它就把整个肚子的那个五脏六腑，它都是能够调理了。做的时候啊，整个那个先是熏灸，灸肚脐眼，肚脐眼周围旋前往口大，然后又灸那个带脉，带脉灸了又灸那个少腹。按照自己的想法，赵世璧就这样对着肚子一圈一圈揪起来，一直呢大概直了一个半月左右嘛，啊，个月左右，哈，啊，那个肚子看得看都下去了，啊，体重的话看得逐渐的都下了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确实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啊，我的那个体重就从128降到了110斤左右。20多年来，雷火灸的治疗效果在临床上已经被广泛认可，有不少患者都因此受益。每天来找赵世璧治疗的患者依然络绎不绝。从2008年开始，雷火灸被中医药管理部门正式列为医疗推广项目，在很多中医医院里都能看到它的影子。有一点那种干涩，有经常看电脑，有那种视疲劳。这会儿做完了之后就觉得没那么干了，要比那个做之前要感觉整个视线感觉要明亮一些，看东西感觉好像亮一些了。前头动不了，现在得行了。原先抬都抬不起来，我那两天的话，抬都抬不起来，东西不痛了噻，就是那个。是痛症就比较好啊，所有的痛症，包括颈肩腰腿痛，你风湿痛，关节痛，你感冒了头痛，月经不调，月经病，这些确实都非常好。自从有了雷火灸，赵世璧就从来没有放下过。退休之后，他的养生保健依然离不开这种灸法。有空我都眼睛做个10多分钟肚子做个1刻钟膝关节两边膝关节都做呀，做个1刻8钟全身都保健了，全身气血都通了，一身从头到脚我气血都通了。不仅是灸眼睛、灸肚子、灸膝盖，身上有了什么小毛病，赵世璧首先想到的就是雷火灸。如果今天有点那个感冒，
或者觉得头闷不舒服，我就熏熏额头啊，熏熏眼睛，熏熏耳朵，马上那个头脑就清醒了，他就好过了啊。那个觉得有时候难免不吃坏一次肚子啊，冷热的，我就熏熏肚子啊，那肚子拉肚子，他就立马不拉了。那非常好的。赵石壁用雷火灸摘掉了老花镜，直到现在他的眼睛还很好。昨日我市大部分的区域阴天转多云的天气为主，午后太阳冲破云层中间露出了笑脸，组成昨日最高温度为 9.5 度，最低温度为 5.3 度。看我刚才就是看着这个小字儿，念念的温度啊，就这样，这些小字儿我都能认。中医的灸法呀，是借助火的热力和药物的作用，通过对经络功能的调节，达到温通气血、扶正驱邪的目的。那人们最常见的灸疗方法就是艾灸，不仅有热力，还有药力，对机体的作用啊会更深。而明代的雷火神针啊，除了艾叶，还加入了其他药材，而且直径大、热力大、作用强。那赵石壁啊，就是在雷火神针的基础上调整了药物配方，变成了雷火灸。点燃这个雷火灸之后，温度最高可以达到240摄氏度，那穿透力啊也就更强。然后呢，再采用旋灸的方式，还能够减轻患者接受治疗的时候的痛苦。那活血通络，改善周围组织的血液循环，增强新陈代谢的作用啊，自然就更强了。赵石壁不仅改良了传统灸，而且啊坚持用它来保健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不过在这儿啊，还是要提醒您注意，那就是雷火灸啊，一定要在医生辨清病症，在专业人士的指导和帮助下来应用，不要自行操作，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。那么接下来咱们再去认识本期的最后一位主人公，他就是80多岁的服装模特高颖英。60多岁开始习武，强身健体，正气存内。70多岁保养有方，发扬光大传统灸疗。80多岁神采奕奕，追求美丽，青春常在。中华医药特别节目《我的健康我做主》正在播出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医药。他就每来一次就衣服高跟鞋，反正他就每次那衣服好衣服不断。不过他穿的裙子什么都特别时尚，是吧？不像一个老年人那么穿的，我觉得。试来试去，终于搭配出一套他今天感觉最满意的服装。我今天打扮的漂亮吗？啊，好漂亮！我今天选择的衣服，这衣服是我自己做的，我觉得这衣服。还挺亮啊，挺喜庆的哈。衣服配好了，这还不算完，还得仔细的化个妆。您还别说，打扮完之后还真是挺漂亮。虽然头发已经花白，脸上也有皱纹，但依然透露出一种说不出的美丽。每回我出去，人家说我打扮漂亮，人家说哎呦真漂亮。有些人就看到我不认识的，就问我老太太多大年纪了，我说。你猜猜吧，我也不告诉他，我说保密了。我们觉得他岁数大点哈，说叫他阿姨，千万别叫我阿姨，都叫我高大姐。
到外面的人也都叫我高大姐，大姐以前年轻啊，我对大姐这个称呼我觉得我非常喜欢。那我们也叫她高大姐吧。高大姐打扮得那么漂亮，又要上哪儿啊？原来这天是单位为离退休职工举办的集体生日会，30多位老寿星齐聚一堂。过了7月份以后，我就满了87了，我就像88岁进军，是米寿88岁。我希望在这儿同志们都努力，过米寿完了再过长寿。原来高大姐已经87岁高龄了，看着精气神还真不像。她是当天过生日的老寿星当中最年长的一位，也是最漂亮最打眼的一位。可有的人并不知道，她还是中国中老年模特界最年长的一位。已经知道的是英国有一个吧，80多岁现在还在走 T 台，美国也有一个80多岁在，他是职业模特，从年轻走起走到现在。我说我可不是职业模特，我是好玩的，业余好玩的。高颖英是北京夕阳红中老年时装模特队的队员，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支中老年时装模特队。队员们经过严格筛选，个个气质不俗，但即使是在这样一群中老年人当中，高颖英也十分出众。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30年前的她和现在是有着很大反差的。也还穿得非常朴素，不敢打扮。化妆更甭谈了，从来不化妆，我是从来也不化妆的，我也没有丝毫的化妆品都没有，就说你别说好口红了，什么都没有。高颖英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国家机关工作，忙碌了近40年之后，恋恋不舍地回到了家。突然退休以后，感觉到非常的失落，而且呢，感觉到没有精神支柱哈。为什么道理呢？我觉得好像人的价值就没有了，成了家庭妇女了，所以那时候我有一个阵子是非常的苦闷的。心理的落差让高颖英变得越来越没有精神。1986年一次例行体检，医生发现她的健康也出现了问题。医生说我的心电图特别不好，给我配备那个什么，硝酸甘油，配一个这样的盒子，他说让你天天带上，要我带在身上，说你心里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吃它。药片没有帮到高颖英，倒是一位朋友的建议使他之后的人生发生了改变。他说你跟我一块去参加这个服装比赛吧，我说我什么也不懂，我什么也不会走，我怎么比赛，我也没有东西啊。他说你没有衣服我跟你借，就这个给我拿一件衣服来，那个给我拿双鞋来，连高跟鞋也没有啊，结果我就去了。高颖英，我的健康我做主。1989年，北京电视台举办了首都中老年时装模特大赛，时年64岁的高颖英穿着借来的服装，第一次走上了 T 台。没想到走到最后，居然获得了出人意料的结果。我的朋友他没有进入决赛，他只进入了复赛，我倒进入了决赛。决赛就那时候就选了50几个人嘛，我就是参加决赛，决赛以后得了一个风云奖。首次参赛就获得肯定，这让高颖英备受鼓舞。就在那一年，她加入了中老年时装模特队，并开始刻意改变自己的形象。我是坐办公室的，整天趴在那写东西啊，所以呢形成一个习惯，我的肩膀是往这样扣的，这样扣的，我老是这么做写东西，这样扣的，这样写。这个问题被培训班的老师特别的指了出来，并且告诉高颖英怎样改变自己才能把衣服穿得更好看。把胸打开，提上去，挺起来，挺起来以后腰也挺起来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板，我这个习惯是板了很长时间。为什么呢？他说你必须板过来，板了你站在后面，你腰有个腰窝，
腰后面是个窝窝窝，他说你穿旗袍才好看。从那天开始，已经65岁的高颖英开始了对形体的矫正训练。我每天靠着墙站，把脚跟靠墙上，肩膀都靠着墙上，站好了以后，每天站至少站十分钟以上，就这么站的哈，踢上去站的，完了往前走的时候，保持这个姿势往前走。就这样坚持训练了一年多以后，高颖英逐渐觉得自己姿态有了很大改变，而在经过专业人士的指点之后，也逐渐悟出了穿衣之道。穿衣服是扬长避短，可以扬长避短的。就假如我来说吧，我很瘦，我脖子很长，而且呢，显得身体显得不太丰满，这里也不是很宽啊，所以我穿衣服的时候，我就喜欢穿X 型的衣服。X 型衣服就是腰比较细吧，下面打开了，肩膀也比较宽，显得我就不是太瘦。经过一番专业的培训和练习之后，高颖英考入了北京夕阳红中老年时装模特队，和队友们一起经常在各种舞台上占尽风光。第二次我又参加北京市电视台今日风光更好的比赛，我也得了一个奖，这个奖是终身成就奖。我感觉到对这个奖品我很感觉很荣耀哈，而且感觉到是我十年来努力的结果，我很高兴。加入时装模特队之后，高颖英不仅在 T 台上展示风采，还经常受邀拍摄平面广告。这里边有两张照片是我，你看你认认，是这个吗？对，挺漂亮的。一个是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哦，那个也是，都是我。后面还有这里一件，这件也是我，这件。啊、哦，这个也是，对。这件也是我。直到86岁高龄时，高颖英还出现在了《金色之约》平面模特总决赛的赛场上。高颖英成了 T 台上的美丽高大姐，而有了这番经历，在 T 台之下，她也和过去大不一样了。我就自己就琢磨着明天穿什么衣服最合适，我就想想我要把我的衣服先准备好了，第二天早上起来穿的，还得给我的女儿看一看，要是我女儿在家的话，女儿不在家，我自己在镜子前面好好的照一照，我觉得这样出去可以了，那就我才穿上这套衣服。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去活动，心情特别愉快。不知不觉的，高颖英居然把当年医生让吃的药给停了。我不吃也不觉得难过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药停了以后挺好的，而且我从来没有，你看我这30年退休了以后，我没有住过一次医院。身体越来越好的高颖英，86岁时还被社区评为健康老人。他出去的时候从来不让我们照顾他，他自己都是他说我有能力我就会自己这样玩，我绝对不让大家那个成为大家的累赘。我不会窝在沙发里头整天坐，像他们些老太太坐沙发上看电视，看了看了看累了，在沙发上睡着，睡着醒了也接着又看，一天到晚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。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，我可以自己在外头去跑去，我生活上可以自理。现在的高颖英依然很忙碌，不仅四处参加演出，还义务帮单位的年轻人进行形体训练。她要把美丽传播开来。有些老人就觉得我们这些老来俏啊，什么臭美啊，这些有背后议论的有。当然也不太高兴，但是我觉得我也管不着，我就这样，就这样也过去了。有时候觉得还有自己有一个坚信的东西，就是说美是种快乐。有学者调查发现说，平时讲究穿着打扮的老年人啊，
有90%以上都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要年轻。另一项调查则显示，说注重着装和美化自己的老年人，患高血压、溃疡和癌症等疾病的概率，要比不善此道的老年人少30%以上。因为这些疾病啊，往往与精神因素密切相关。那高颖英当年的健康问题有生理上的因素，但更是她当时情绪受到压抑的表现。参加服装模特队之后啊，情绪有了释放的渠道，而她呢，在享受美的时候啊，体内也会分泌很多的活性物质，促进组织器官新陈代谢，使神经细胞兴奋，延缓大脑的衰老进程，那给人的感觉就是容光焕发。所以说，美丽和健康其实啊，还是有一些关系的。好了，观众朋友，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别忘了中华医药牵挂您的健康，下周见。